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去一个新开的图书馆，在后面。脸太大，说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哎，从这边有出来。设计很漂亮，尤其上面的顶我觉得很像高迪的那个设计，然后很干净，楼底风景也很好，感觉学习的在那边学习的话真的很好，所以如果之后来的话，来的留学生在中心校区上课或者是逛街的话，在那边学习真的很棒，然后又有咖啡馆，有无线网络，有自习室什么的，真的很棒啊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火车站等车呀，就在火车站有一个溜冰的场所，有很多小朋友和大人在溜冰。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去溜过一次，好像几块钱一张票吧。然后呢，这就是火车站啦。就之前有小朋友就是想要来芬兰留学的，说让我多拍一些芬兰相关视频嘛，你们先让你们见识一下火车站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是阿德南博物馆，
那好了，今天的跟我一起玩图书馆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